哈喽大家好，我是豪小姐，你是谁？爸爸。对，我们今天爸爸。对，爸爸。爸爸。对，我们今天呢要带婆婆去动物园，好吗？好，要看小鸟好吗？鸟。好，那你说出发。好，我们这次呢又收到了 Kiko 的邀约，要来和大家分享他们最新的 Y Seat 全能 I Size 安全气座 Air 版。上车啦！他们的座椅可以360度旋转，上车很方便。手上。好，在出发前呢，也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用的气座。首先呢，就是它这次呢是模组化设计，所以婆婆现在目前气座底下有个底盘。如果它长大之后像姐姐一样需要一个放脚的地方，然后要转正的话，底盘就可以拆掉，所以它的椅子是可以单独存在使用的哟。再来呢，就是它的侧边的这个可调式 SS 侧盾安全防护系统，可以强化侧边的防护。那你平常使用的话，就是这样，一只手当就可以把它打开来。很方便。好，再来是上面这个航太奇的5层头颈防护，然后使用的呢是 EPP 的吸震材质，对，包覆性很高，而且可以有效的减缓冲击，可以保护宝宝脆弱可爱的头颈部。好，这个小孩超级无敌霹雳想出发了。好，那我们出发喽。好。我叫来了。阿婆做出还算蛮乖的，马上就到了哈，大概40分钟，出去玩很开心啊。到了，到爸爸，哎咻，气很好。为什么看起来这么乖卡？哒啦，我们这次来的是南投的99峰，这里有很多小鸟，不知道婆婆喜不喜欢小鸟，不知道等一下鸟停在她身上的时候，她会不会反应很大，跟姐姐一样。哒啦，我觉得这里的大小其实蛮适合，就是年纪比较低的小朋友半日的行程。起吧，我们下来自己走吧。啊，我们之前带雷莫出来的时候，他不会走路啊，可以站着而已。哎呀，希望你比较晚出来见世面哦。哇！来，我们去看小鸟 ，Go！ 先去找谁？鹅苗。鹅苗。来，入园第一区是一大群的鹅苗，长得跟鸵鸟很像，但他们不是。哦。然后他们叫鹅苗。这只鹅苗这样子看着我，我实在是。你要干嘛？基本要说 no no， 吓傻吓傻，可恶鹅苗，光亮亮的东西都要拿下来哦，他们会咬发光亮亮的东西，所以刚刚才咬那个黄色的长颈鹿哦，基本我们快跑，去一个凉一点的地方，刚才太热了。这个园区目前最大的缺点就是树还太小了，哦，因为很新，树还没长大，进去吗？进去，go。婆婆来，那里有红鹤。这一区都是红鹤，大概有20-30只吧，好多单脚站立的红鹤。红鹤。好像很喜欢红鹤。对，好像是。我们要去看别的鸟了吗？走。他被他们的声音吸住了。他怎么叫？跑起来！突然发现有鸭鸭游行，赶快去看！啊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！鸭鸭躲哪里呢？刚那群鸭子好像迷路了，好像是。我们现在又走回刚刚那个鹅苗区。我在那里是我来接的。啊，你还记得它咬你玩具是不是？不是。它现在干嘛？它咬柱子。婆婆，你看他们好奇怪，他们在咬那个柱子。我们去看鹅。鹅？对这个还好，没有像看到红鹤那么兴奋。嗨，你好漂亮哦。你要跟他打招呼吗？有点害怕。大姐姐。下
在一个小区，这个区是什么啊？汽水天地。好，有很多在外面散步的红色的小鸟、小鸭子。你不可以进去，不要进去，不要进去，不要进去，直接踩到大便。他看到这个小小的鸭子，想要追过去，不行，那个在地掉。对，他要走掉了。走，好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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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哎呦，鸟鸟大便，千万不要去摸大便哦。那边有一个大鸟鸟，壁虎，它在整理它的羽毛。我在吃的这个，一整齐的小鸭子哦，还有很多这个红色的鸟，会在路上走来走去。宝宝，红色的鸟，定住它，定住它，定住。啊，它从你旁边走过去了。哦，又有一只。好爱走路哦，他今天回去会直接倒掉，运动量 max。到底在说什么？第一页得到了一个小风扇。哦，风扇没有孔哦。他沉浸在那个电风扇里面不可自拔。突然动，吓我一跳。其实真的是突然经过某一台头吓到。幸好我们还坐恐龙火车。你可以带着你的风扇，没问题。哦，好快，好快！里面我不能进去了，拜拜。他们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恐龙园区，我知道小朋友喜欢什么。看大恐龙。尾巴，感觉不错啊。他们都很 chill 哎，你看他们都很 chill 哎。嗨，妈妈，妈妈在前面，妈妈在这边。嗨，爸爸，他脸看起来超臭的。没有，很喜欢。对、啊。然后下一个区域应该是一个小鹦鹉园，哦，蛮大的，在这里，叭叭叭叭叭叭叭，超大，里面的小鹦鹉就是到处乱飞。10公斤怎么样？推起来累不累，爸爸？还好车不重。到了，从上面看这个区域更大了，超级多可爱的小鹦鹉，而且都不怕人呢。很秀。啊！好多鹦鹉哦，地方有没有看到？这边，上面树上面，上面。嘿，有没有看到？上面。上面。再看底下的啦，这边底下也有一些大鸟站立的架子，小朋友的高度就比较刚好。Hello， 会不会啊？哎、欸， oh. 你要试试看吗？要、yeah. ，手手放到他的前面，手手给他。嗯，爷爷打我嘞，他不会咬你、啊。会咬你。我要去爸爸脸旁边呢。好，他在干嘛？我觉得。舔舔吧，哎，真的还偷舔你的脸。宝宝，你看，你看，爸爸那边有一只。他现在伸手啊，想要能站上来。嗯。嗯。太激烈不行，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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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托啦。啊！可恶。不在对不对？他不要对不对？在干嘛？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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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宝，你看头上，头上，这里。你看爸爸的头发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爸爸的头发。这里。你还没有注意到。爸爸的头。真的？他一直在看那一只。你要多低一点，让他看你的头。鸡包，鸡包。哎，他看到你头上的了。他也很想要自己有一只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想要自己有一只，不怕，不怕。哇，谢谢叔叔。你看，你跟爸爸现在两个人身上都有一只鸟。他现在是不敢动吗？谢谢啊，鸟。哎呀，好难呐，他没有。
鸟呢？有鸟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哦，飞走了，拜拜。它没有哭哎，我以为它会哭哎，好棒啊、哦，勇敢。要去看别的了吗？要。好，走。继续往后会有一些，记得是羊跟马之类的。狐獴，爸爸有狐獴，看不到狐獴，狐獴躲起来避太阳了。羊腿都在避暑，没错，在阴影底下。今天比较热一点。然后你说嗨，嗨，突然跑出来了，没看到小狐獴，就从这边拍。那只狐獴在挖洞，后面还有一只站着，好可爱哦。狐獴在哪里？狐獴，可是它有点快要没电，爬进去了，回家。狐獴现在看起来已经没电了，在放空。好啦，我们要回家了，好吗？好。妹，走，我们回家啦！看到好多小鸟了，两眼无神，两眼无神。谢谢。好，有一个颠倒的房子。里面是什么啊？金刚鹦鹉。宝宝，你看。鹦鹉。嗨。哦。它蛮大只，所以它突然靠近你的时候，哦，尾巴好长哦。皮博觉得怎么样？宝宝，你看好大。不要。不要。你要走了吗？走。拜拜。对，拜拜。宝宝，你有看到吗？它叫青鸾，这个沉浸在它的电风扇里。宝宝，你是不是想回家睡觉了？睡觉，跟小鸟掰。它真的没电了，它真的没电。上车回家喽。喂。回家，好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睡觉。回家的路上有一台草屯买他们有名的马吉。我走到日月潭的时候关门，找不到。到这就关门，没错，都有人在排队。买到啦！排队等好久，因为它是现做，大概要等10到15分钟左右。噔噔噔噔。属于花生粉特别多的那种。哦，里面有超多的芝麻跟花生粉，打包一圈红豆啊，不错不错，得偿所望。哇，这么亮，等了一年。拜拜。好，最后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使用安全器做的心得。首先就是他们这个独家 3D AirMesh 的专利衬垫，可以减少宝宝久坐时温度上升，所以宝宝现在睡得非常安稳，也没有流汗。不错，然后再来呢，就是他们的椅子可以360度旋转，非常的赞，就是上下车的时候都很方便。然后等一下宝宝睡着了，下车也不用把它吵醒。然后最后呢，还有这个网状透气遮阳罩，这样白天行驶的时候呢，也不用怕太阳会烧到宝宝的眼睛，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可圈可点。好啦，那我们要回家啦，大家拜拜，宝宝拜拜。睡超爽，超级爽。宝宝，你看，有一只马在散步，你有看到吗？它没电，它没电。马，拜拜。马？马？你现在才讲马，人家走的了。马？马在你后面。